垫扁他，抬举，收，收。哦，对，对了，往里收，每次后背立起来，屁股。谁让你撅屁股的？你这明显是撅屁股。你看，你明显背。OK， 算不算？来，后背立起来，屁股。谁让你撅屁股的？你这明显是撅屁股。你看，你明显背。OK， 算不算？来，如何做顶分收缩？看好了，姐妹，来，臀大肌这不是往下吗？躺着吗？来，顶分收缩。哎。收缩了没？你的腰部在发力吗？没有，腰它只是一个支撑点。七八跨位往前，往前来收，往前收。OK， 收紧了，收。对了，吐气，塌腰撅屁股。五，你看你的手还弯曲，每次都弯曲，为啥呀？你说打你打你还学不会。五四。天天跟我学，双脚打开，膝盖微弯，俯上，先把身子俯下去。这中间还中间弯，中间咋了这个？五两七四，以肩胛骨夹紧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气，塌腰撅屁股。五，你看你的手还弯曲。每次都弯曲，为啥呀？你说打你打你还学不会。五四，天天跟我学，双脚打开，膝盖微弯，俯上，先把身子俯下去。这中间还中间弯，中间咋了这个？五两七四，以肩胛骨夹紧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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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天跟我学，双脚打开，膝盖微弯，俯上，先把身子俯下去。中间还中间弯，中间咋了这个？五两七四，以肩胛骨夹紧，三四五六七八，结合周一周二的胸肩背，周三周四的腰腹，周五的腿部，周六的臀部训练，明白了吗？我希望你尽早尽快的加入我们，不要墨迹。你难道要跟你的脂肪商量一下？脂肪今天不要长在我身上吗？过瘾就完了，你想吐了，那你去吐吧，姐妹，我给你一点时间。 OK， 来准备，快点，五六，你裤裆咋夹了？打开了，夹大腿裆干啥呀？我打开了裤子，这裤子就非得穿这条裤子？我不穿条裤子中间勒起来怎么办啊？大臂后背九十度，十九八七六五四